大哥，玉泉，我都安顿好了，明天下午，李四爷有档子出殡的活，你办个大方的，混出去。真的，太好了，只要能混出成绩就好办了。大哥，我真该谢谢你。玉泉，我真是羡慕你呀。哪怕让我战死在疆场上，我都可偏偏。 我是咱齐家的长孙，大哥，是这个家把你给拖累了。魏全，你这一走，我连个说心里话的人都没了。那就跟大嫂说呀。他谁？三，小顺吗？说他爸。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哎呦，三弟呀，你是要走吗？啊？大嫂，我走的事儿。 先甭跟爷爷他们说了，可后就是端午节了，家里人必得问起你呀。这，大哥，那就给他们讲讲楚国的三吕大夫吧。三吕大夫，屈原。现在，中国人难道不该想想屈原吗？ 国难当头，我们都应该像屈原所说的那样：“长记永兮，又以武；中纲强兮，不可凌。神气死兮，神已灵；子魂魄兮，为鬼雄。” 瑞全，瑞全，该走了。大哥，大嫂，保重。等等，三弟呀，你拿着。大嫂，你拿着。 一定得回来呀！放心，大嫂，等打败了小日本，我一定回来。我还舍不得妞子跟顺子呢。四爷，哎，你们呢，就放心吧，跟着我呀，出不了大岔子。瑞全，走了。 家里要是问起来，咱们怎么说呢？
到时候再说吧。小顺妈，哎，家庭。